哈喽兄弟们，我们两个是回青岛了，以后我打不了球了，肯定是要回青岛生活养老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就体验一下退休生活是多么的美好。现在是早上的六点哈，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武夷山的海鲜市场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青岛的海鲜早市是个什么样的。你们看到的青岛大虾38一斤啊，其实它真不贵，你知道为啥吗？三十多。这还不是最大的。对，所以说这是38块钱一斤的大虾，都是这种集装箱阵仗。兄弟们，这个是划重点啊，如果说你找了一个青岛的女朋友，你第一次上门鲅鱼一定要有多大买多大，因为是代表你的诚意，跟你脸一样大。所以说在这个海边最大的好处就是海鲜永远都能吃到最鲜活的。我们回家吃早饭去。走，回家吃饭啦。待会儿就好。你有没有帮忙？不用，你去把黑豆去把狗遛了去，带去小公园去。走，走了走了，看人小狗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妈呀，一回来撒欢了。走了，回家了回家了，进走。他吃面条，我吃鸡蛋羹。我退休了，我得保持体重，我到时候找个帅气的老头。然后我坐轮椅了看。嗯。快别吃了，快点吃吧，吃完了睡午觉，然后咱叫着朋友去海边玩。嗯。你快点，磨叽死了，等你一上午了都。准备产了呀。呀，这我换新车了。啥事儿？帕萨特 PHEV， 你什么待遇啊，张张扬？哎，这车真不错，等我把驾照考了，咱也买个这个。嗯，得了吧，你退休了也不一定能考出来。哎，那我可有话说，我当时买这车的时候做足了功课，这车大众德系品质老伙计了，我这台帕萨特已经累计销量超过280万辆了，而且啊，这车采用了大量的高强度钢材，12年整车防腐，外观大气，还结实耐开。这车动力咋样？我喜欢开动力大的，开着得劲儿。嗯，你敢不敢上路还是一回事儿了，这车经得起折腾吗，兄弟？哎，这两点都没问题啊。这车啊，它是油电混合的。首先动力方面，1.4T 发动机优化后整体的表现，它比那 2.0T 的涡轮增压还好，油耗更低，而且百公里油耗才1.4升。像我平时上下班用电就行，都不用钱。而且它这个安全方面啊，还搭配了这个 IQ Drive 智驾管家，放心买就行了。这回去督促我点，让我赶紧备题。啊，那你可得加油啊！现在买购置税还100%全免，能省2-3万呢。就我这绿牌都是买车送的，性价比老高了。等我考下来，咱到时候一起开车去海边。嗯，那我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哟。我这脑子刚刚的。啊，行，考不考只是我想不想的问题。好了，走去海边溜达溜达吧，走。看，这啥呀？小彩虹。真挖到了，真的吗？真的搞的，这骗人吗？哦哟，哎，又挖到一个，真的假的？你还海边人，你看我一手一红挖俩，真是，我去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我去，啥也没有，一共三十七，光在这加，赶海就是赶个心情嘛，赶着玩儿，弄了一下午，弄了几个赶了。我就不错了，一会儿弄点水，一会儿没了。真的，这赶海能弄到很多那种海鲜的，他们都是很专业的。像我们这种就是图个热闹，哎，图自己开心。走吧，旁边有个球场，去打会球去。以后就让娃给你捡去。这个男孩我要带他扣篮。兄弟们，你们理想的退休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想在哪个城市，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？评论区打一下，我们一起分享。